在百变大咖秀的舞台上，总有一个身影不知疲倦地释放快乐。我是个官二代，爷爷，这里有个女人要亲我的。总有一个微笑将正能量传递给你我。为了你的一个微笑，我怎样都值得。总有一滴眼泪为温暖和感动留下。非常感谢这个很有趣的节目，让我们成为一家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时光流转，青春不老。小朋友好，我是毛毛虫。我是哈利波特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何老师，只要这个舞台给大家带来了快乐，哪怕光彩是别人的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光荣。生日快乐，何老师，有你真好。我走过最美的风景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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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十八岁。谢谢，真的谢谢大家，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年纪遇到这样一个节目，可以无忧无虑的和大家一起就是度过这么愉快的时光。相信有这个节目，我们会永远这么快乐，永远这么年轻。也把所有人给我的祝福，我再转送给所有快乐的朋友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百变大咖秀，谢谢。好。